这么好的老婆。那有没有觉得我们家里少点什么？少点什么？你想要什么？我怀孕了。真的吗？你要当爸爸了。啊，真的吗？刚刚发现了，怎么不早点告诉我？看我儿子呢？儿子在哪儿了？想不想我叫什么名字？宋有子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宋有才了。宋有才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故事中的主角，我们在等待一个对的时间，对的地点，遇见对的人。我们找寻彼此，只为能在通往幸福的道路上相互陪伴，时时鼓励，希望那个终将出现在你身边的人，就在你触手可及的地方。